长不见了。从前有两个修道人，一位叫提皮罗，一位叫罗纳。他们在深山中专心修行，经过长期修炼，他们越过欲界和诱惑，获得了神通。一天夜里，提皮罗起来诵经，累了便躺下来休息。这时罗纳也起来诵经，在狭窄的石洞里不小心踩到了提皮罗的头，提皮罗疼痛难忍，脱口骂了一句：谁踩了我的头？明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他的头会裂成七块。罗纳一听十分生气地说：是我误踩了你，你发这么重的咒干什么？你说明天太阳出来后，我的头会裂成七块，那我就不让太阳出来。说完，罗纳便施了一通法术。第二天，太阳果然没有升起来。连续五天不见天日，大地一片黑暗，全国人民人心惶惶，到处是火把和蜡烛，大家议论纷纷，觉得一定是发生什么可怕的事。国王把全国有学问有道行的人都请到王宫，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其中一位道行极高的人对国王说：大王，据我的观察，这件事情是由山中两个得了道的修道人引起的，他们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争执，施法压住了太阳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要是他们一直争吵下去，我们不就完蛋了吗？大王别急，我有一个办法。明天清晨，请您率领全国百姓一起到那两位修道人的地方，恳求他们和解。他们是慈悲厚道的修道人，为了百姓的利益，我想他们会答应和解的。隔天清晨，国王立即带领全国百姓来到山中。国王先见到罗纳，立即跪在地上诚恳地说：我们的国家富饶，百姓安定，全蒙两位高人的护佑，现在两位发生了争吵，全是因为我的过错，请高人看在百姓的利益上重新和好吧。大王，我是有心要和解，只要提皮罗愿意，我立刻把太阳放出来。国王一听，马上去找提皮罗，传达了罗纳的意思。我也没有意见，不过请你们马上用泥巴制造七个罗赖的头，做好后太阳就会升起来。国王照办了，太阳从东方
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